未開聲好，重新退廣告啊！咁啊，今日咧嚇，咁啊，阿啤你就因為要開會啊，咁啊，初初我仲以為佢過大海開啊個會要，咁啊佢咁啊星期一晚就同我講，喂，咁啊星期三你不如揾啲嘉賓嚟啦嚇，因為佢要即係開會都唔知幾點佢翻到嚟嘅，咁同埋即係可能開完會都有啲嘢要跟進，佢好忙嘅嚇，所以今日啊咁啊都會有即係唔同嘅嘉賓，咁啊會有四組唔同嘅嘉賓，嗱包保係有驚喜嘅，肯定會有驚喜，咁啊當然咪即係要。確保啲嘉賓要識路先啦，因為我驚其中一位嘉賓未必係佢識路咧。咁啊，如果識路佢嚟到就一定係會有好大佢驚喜添。所以驚喜唔係我哋啦。咁啊，嗱，我哋呢啲成日見慣佢見熟啦嘛，因為即係喺我哋第二邊圍路頻道嗰邊啦，咁啊就係中間就霸氣哥啦嚇，咁啊最右手邊就泰哥，咁啊都唔使點樣介紹啦，咁啊大家都認知噶啦啊。嗱，咁難得啊，真係喺度借個機會俾我哋賣下廣告。好得，咁難得上嚟啤你頻道不過啤你唔喺度。大家留意開啤你頻道嘅，都留意一下，即係我同阿康正同阿泰都係繼續有呢、這個嚇圍路頻道嘅。咁啊，都睇完圍路頻道咧，啱啱好時間就可以睇啤你頻道啦。嗯，咁跟住星期一咧，仲可以睇埋我呢個霸氣哥正言，梗係順勢啊食住上啊嘛，係咪先？因為霸氣哥就第一次嚟我哋即係啤你頻道啦嚇。咁啊，因為我依家揾嗰啲嘉賓都會揾一啲係即係之前儘量係大家未喺呢度佢見過面嘅，咁啊即係都推廣下多啲唔同嘅佢頻道嘅，我想啊，即係總之留得喺香港嘅頻道啊，咁啊大家都係老友記啊，咁可以 cross over 啊，可以互撐，可以互相佢支持啦。咁啊唔講佢咁多住，因為第一節都唔少新聞要講，咁啊有四單新聞要講，第一單就呢單，哇！今日網上